刚刚睡醒。娜娜，哇，娜娜，你今天不用做工啊？听到我讲话吗？放 ambient sound 比较好，听到我讲话吗？那分谁啊？那新户口，哎，不是新户口，刚刚放假回来的户口，我们不要吵架，对吧？啊，新形象。新姿态，新的开始，新的好，新的开始。OK， 不要吵架。新年又一年了，中国人叫春节，即系差唔多临过年啦啊！大家有冇咩 planning 啊？去边度玩啊 ？Hello Matthew，Hi， 没有鸟聊。嗱，在我的直播喺我直播留言呢就。好自由的啊，但是你不要有那些对不上的留言，我直接把你拉黑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太多人看我的直播。 OK， 等我先啊，你认为是要吵架的去沙利哥哥那边啊，啊去阿表哥那边啊，阿表哥刚才有看开直播啊啊，因为他现在讲有的没的，我也不要去反映他了，对吧？哦，最可怜是那阿兰闹，阿兰用女生糊口，哎，还那个阿彪哥还说，哎，我相信他还死了一两个，也有你自己管理员就死两个糊口，我的糊口不会死啊！大家欢迎放你的 push your horse come， 阿彪哥，玩举报是吗？啊，你放心，我天天举报你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不要吵架，我们没有吵架啊。张木生啊，边个咁识谂就好？大佬，我食盐啊，都多过你食米啦。你同我讲识谂呢两个字，啊边个，系咪先？人生经历。你又不夠我多見識，你又不夠我講，跟我講識諗，你是不是卡的？我們的語言不是跟你吵架，即我們的語言呢，即你聽不慣而已，那你聽不慣可以爛門口在那邊啊，這句話語你聽得懂嗎？對嗎？啊，不要說我囂，我就是這麼囂的啊，不要說我沙塵，對不對？啊，認得我朋友就不覺得我沙塵了，對不對？ Hello friend， 對嗎？你認識得我的人，認識我的人就不會覺得我很沙塵很囂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是這樣的態度，是不是？是這樣的分數就不會任人擺布啊，對不對？又袋錢落你袋了。今期最紅誰？一瞓醒我教最紅當然是我的 Collie Jun 啦，你猜那條金毛打女人嗎？完全不是沒有這樣的事，是不是？打女人唔紧要，系话一阵间你惊咩啊？你到时你闹佢啊！到时佢多几日，佢好似嗰个阿摩黏咁样啊！我家母猪生小猪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哇！我怕了，所以只能劝喻，远离那些打女人的男人，远离，远离他，好像远离毒品这样子，对吧？大家不要去骂那个金毛肥仔。等一下啊，不知道何年马月啊，他就好。好似死咁样去跪捻翻地下，挨翻条女啊！哇，扑街啊！你哋，到时候你们骂过他的，你们就死哦！我家母猪生小猪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哎，人哋讲得又系啱嘅。啊，而家嗰个女人就哇，又流血，哇，又面肿口肿咁样啊，哇，又报警，到时多一个礼拜，喂。我们不一样，跟住又 kiss， 我们不一样，又嘴下咁样，你哋点样？你哋要耍聊咯，耍聊，啊啊！你这个有 case 在之前的啦，你们小心啊！我不有去骂哦，
阿肥仔，哇，我愿你，愿你，你又我不敢给赖你，因为你打女人，我怕了，我又没有骂你啊，肥仔啊，阿金毛肥仔，阿姐，哎，庄生啊，哎，讲埋你个名啦，又如何啫？啊，如果你没有钱哦，2000块，啊，你去找山地哥哥，他马上给你，对吧？啊，马上给你那2000块赎回你的护照啊！你有什么？你得要灭奇难杂症，真的，去找山地哥哥啊！就是2000块比较多了，1200块 OK 了，1200块他可以帮你了，马上汇给你了。你有困难的话啊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啊，就要拉黑人了先，等一下啊。那不信啊，来，你们说对吗？我已经撞过一次，我家母猪生小猪，关你什么事？你今朝早个 case 一模一样。那我哋系以事论事，冇针对任何人。等一下你去骂那个男的打女人就不敢，理由是对，但是过几天他们就我们不一样，咁样又嘴下咁样又喺度哇！等一下我去2个小时，等我喝了 kick 了来了先，就干你。为什么？我的女人，我家的家事关你们什么事？哇，谂谂下，哎呦，人家的家事来的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只能呼吁远离打女人的男人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远离那些打女人的男人啊，唔好喺网上闹佢系冇用嘅。呼吁那些女人大眼识人啊，对不对？我讲的对嘛？我没有针对任何人，以事论事。以事论事，你哋都听到噶啦。阿摩尼咩咩放直播话，我家母猪生小猪，关你们什么事？现在你去骂哈，为什么？不要骂人，打女人见仁见智啦，我都唔敢讲咗。我亦都唔赞同啊。始终女人都系人，你阿妈都系女人啊。你打女人即系冚自己阿妈啊。所以不要打女人了，女人是很伟大的，女人是很伟大的啊！吵架归吵架，骂家归骂家，不要打人啊！啊，也不要打男人，打男人犯刑事要坐牢的啊！不要打人，嗯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一样，跟你多几日，他们又驾车又醉了，这样哇哈！你看看，咁你们骂他的那个，你们怎么办？网民收回来，你们的语言全部收回来，不要骂那个专生翁，不要骂他。我是怕啊，旧戏重演，翻炒，炒完那个冷饭炒热饭，热饭炒完就炒冷饭啊！等一下又叫，等一下又叫另外一个女的，哇，又放些红药水上来，等一下又说被人家打，等一下你们又去骂他，等一下他又做一套戏出来，我们不一样，我家母猪生小猪又关你们什么事？哇，扑街了，这样子一直演下去哦，不了情，所以我们只能呼吁啊。呼吁一下，唔好打女人，啊，即系远离打女人嗰啲男人，远离他，啊，我们没有不要骂他，啊，也不要赞他哦，你赞他，他就又打人，我们不鼓励打女人，不鼓励啊，对吗？远离，啊，认识他的全部远离，啊，对吗？我有讲得过分冇冇啦嘛？我哋冇闹，你有看我骂他吗？没有骂他，他骂我了，那骂了我了2-3次。看直播那个专生汪，我不认识他的，你们称他为金翁 ，OK， 很好靓仔下的，即系比较哇个烟屎牙，那个没有问题啦，是他的态度，系一个态度啊。但系你有冇听过我开波闹过去嘅？没有吗？哦，今天我一睡醒。被人说他打女人，哎，我都傻一傻啊！为了多少钱啊？2000块打烂一个手机、啊、，OK， 没有问题，找山地哥哥，马上 claim 回，所有事情搞定 ，settle。我们鼓励掌声给大多斯利，没有大多山地哥哥刘少平又做了一件好事，只要那个女生啊，去跟他讲一下，啊，1200块了，2000块不行了。啊，800块我们筹给他，啊，给他，然后拿回护照，让他回来马来西亚。那个手机，你跟他讲，啊，达多三尼，那个手机又 claim 多一部回来，因为阿表哥是他的兄弟嘛。然后阿表哥又是在锄强扶弱群嘛。现在你在锄强扶弱，你要扶弱，那个女人就是弱者，被人家打，哎呀，对吗？手机又破了，
哇，那个 case 很相似。然后就是关系到锄强扶弱的管理员阿扁哥，阿扁哥跟山林哥哥又是兄弟 ，bro yo， OK， 全程赔出来也不过三四千呐、啊，对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做好事，互利一下，不要歪风一吹，不要打女人，不要打手机，打了女人你又打手机，说什么呢？那个手机无罪的 ，OK， 啊，不要打我的 iPhone 10啊，我的 iPhone 10很贵，有6000多块啊。对了，每个人的家事，所以我们呼吁不要去骂他，他打他的女人 ，OK， 不要去骂他，但是他打坏那个手机，我们要跟他 claim 回来。最重要是手机嘛，现在生活就是没有手机就没有的上网，没有的上网就没有的打 MMA， 没有 MMA 就没有 MCA， 对吗？部长就死了了，对吗？你们看不到那部长被人家干，被他想干，被他别人干到那部长哦，现在没有生处，对吗？我要看他表哥再一次骂部长，然后那个精彩片段。现在大选要到了吗？我们支持他表哥 push， 对吗？我们支持反对党，啊，所以很精彩的，手机不能够破，你人破脸破，牙齿破，没有脱衣服破，那扯烂晒，丢成身流血，总嗰个手机一定唔可以烂。点解？冇得上 Facebook， 你一冇上 Facebook 你就好捻惨噶啦。食唔安，瞓唔著，系咪先？因为点解 Facebook 就系 Facebook 啊，所以 Facebook 好紧要嘅，对吧？啊，还有啊，山尼哥哥，寻晚说什么？我哎，老板娘叫我上班没有空，不要开直播。喂，大佬，我的那个公司那个股份，我就是老板啊，你还看不懂啊？你曾经放上来我的公司里面，我是大股东嘞。大家翻译给他看一下，他不会懂英文。你不是放我的隐私上去吗？我的股东，我就是大股东，我就是老板啊！你到现在还在讲大话？哎呦，三弟哥哥，我都不明白你在做什么。是头脑人老了，吃多一点鹿胎素，我有卖鹿胎素啊，吃一点啊，或者吃我的collagen啊，三弟哥哥。我那个公司股份我就最大股东，我还有老板叫我去做工。哎呀，因为我们有时差，我上班的时间才跟你们开 live， 所以有顾客有什么 service 我要去做工的。我们是正行之业，走正行啊，不是卖假药，不是做街斗 ，OK， 不是去做那什么打 game 那种东西的 ，OK 啊，我哋系走正行嘅，啊，靠双手找吃的 ，OK， 啊。啊，那些不懂的我在讲什么，又说我骂了那些，不要进来 ，OK， 啊，小朋友去睡觉，因为很浪费你们的碟大。看我的直播啊，不懂欣赏我的直播，很浪费你们的碟大。我呼吁你们，The door is out there， 噔噔噔噔 ，OK， 啊 ，You know what I mean？ Do you get what I mean？ Yeah， the door is out there， 啊。我们开玩笑，啊，走哈，啊，大家各位多多支持我的 collagen 正式登场，星期三啊，吃了 collagen 会变得聪明伶俐，皮肤粉红，不要像那某人这样每天污名喝水，讲话喷口水 ，OK， 啊，大家真的营养要吃，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啊，不要每天半夜不睡觉，抽烟一直抽烟，一直上直播。还要两三个小时那种，啊，命啊一直在减少，寿命一直在减少，抽一根烟会减少你的寿命。大家，香港政府供中国市民吸烟危害健康啊，我都戒得了，你哋可以戒啊，啊，那这个是我不敢说是正能量了，是呼吁你们对自己的身体、对自己的肺部有一点责任感。他每天吸了你的烟，他在那边受伤。永久的受伤，我去照我的 X 光啊，我肺部的那种黑色的那种色素啊，永远好不了。医生说我的肺部那个，你就算你戒了烟5年10年，你的受伤害那个东西也是黑色的，永远黑掉完，生不回来了，这个是真的啊。我每年都有 check body check 的，所以能戒烟的朋友戒烟，真的戒烟。你戒好烟之后，你吃东西的味道
只有鲜甜美，你抽烟之后吃的味道只有苦涩甜，哎，没有苦涩，还有乏味，那个舌头，啊啊！不要学某某人一直开直播，一直抽烟，一直抽，一直抽，对吗？啊，这个是真的是忠言就逆耳，你们可以不听啦，但是这个是我的经历了，我可以戒的烟，你们也戒得了，明白吗？啊，我是过来人。Kiko， 哇 ，Kiko 都喺度啊！啊，我们不一样啊！那打，就是说我们讨论回打男人的打女人的男生，你们什么意见？来写下来给我看一下。你对于一个男人打女人，当然嗰个女人梗系个女人啦，唔通打街边嗰啲女人咩？梗唔得啦！你哋有咩意见呢？我混了多少什么？今天混了什么成就？哦，你要我的成就啊？等一下我讲出来，你们又要说要我收什么东西出来？又要收我的成就，就是我在这里能够落地生根。你去外国落地生根看一下，不要说多了，不要说拿皮亚了。你入籍一个欧洲护照俾我睇，你已经系好有成就咗。你其他嘢唔使讲 ，OK？ 啊，你一个人出去外国。闯到可以落地生根，又冇居留变有居留，有居留入埋籍，呢个过程你已经好有成就咗，你其他嘢唔好讲 ，OK？ 啊，系讲翻夺壁啦，对于呢个男人打女人，啊，我洗碗都洗了，洗出一两 mers， 洗出来两三间屋子，成就我已经好了，我有事业，有产业，啊。还有什么成就你？你要什么成就？我不贪心。人呢？人生呢？是一个贪字就累死你一世。我够了，我满足。我每年去度假两三次。啊啊！人哋有车我有车，人哋有屋我有屋，人哋有生意我有生意。我唔使去借，唔使去赊，唔使去呃，呢啲咪成就咯。我去过全世界十几二十个国家，你得咩？呢啲咪成就咯？诶、哎，啱冇先？啊，你唔好要求我又出示护照啊！啊，又出示我去过边度啊？又出示我有几多间屋屋契？又出示我嘅车卡啦、啊？诶、哎，唔需要。OK， 我本身已经系一个证明，我去过边度讲下就知啦，系咪先？哎，八秒了咯，我的户口都没有事。死了，我送你 iPhone 8。啊，讲一讲，但系呢，打女人，等一下他又说这个是我的家事，你们不要管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啊，你们讲一下。喂，打女人的男人是对还是错？能骂还是不能骂？我们讨论。现在我还有时间，等一下又说我老板娘叫我做工了哦。现在还没有客人，还可以讨论。哇，六百多人啊，等一下六百人割喉了哦。成就啊，成就是每年 iPhone 出新机，我就第一个时间第一个买的。现在我用 iPhone 10，这些不是成就，这些是小事，湿湿碎。请先大写屙屎，我唔敢见。我亦都唔係富豪，啊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 ，OK？ 啊，我冇講過，我從來冇講過我揾到錢，我從來冇講過我賣包吃包那種，我不敢 ，OK？ 我只是說我見識比你們多一點，啊，跑的地方比你們多一點 ，OK？ 啱啱真係呢度贏你哋啫嘛，係咪先？我見識見人都多過你啦，我見嗰啲人種都多過你啦，你見過幾多個人種啊？拉丁美洲人我见过，阿拉伯人我见过，啊，阿尔及利亚人我见过，阿富汗人我见过，你知唔知咩叫叶斯人我都见过啊，秘鲁人我又见过，啊，你们最多见的人种是什么？不要说见人啊，不要说见鬼啊，见人的我都见得到比你们多，对吗？
我就係見全世界嗰啲人種啊，我都見得多過你。你明白我講咩冇啊？東歐人我又見過，波蘭嚇、你尼泊爾人嚇、歐亞人、捷斯人、新疆人。嗱，打女人呢，到時我俾人鬧翻轉頭，我打我家的女人關你什麼事？你這句話也是有道理喎、我的家事關你什麼事？你說有啲人又話陀衰家啦，結果但係好多幾日佢又我們不一樣，好翻咗喎，咁點啊？兩個人後悔了呢，怎麼辦？这是说你现在打架哦，那可以话啫，两公婆打交，从头打交就从未和，哇和好嘅时候你哋死啊！你阿妈水玩咩水妈和老公啫，水妈和大女人啫，哇咁啊不要搞咯，不要搞咯，对吧？啊 ，Alan 让你来了啊，你要跟我 live 啊，可以啊。下来，不要骂我、啊。啊，等等先。啊、yes。啊。老板，你要笑我？可以的啊。你讲咩啊？边个吓边个？你好好讲嘢定系唔系？你好好讲嘢啊，定系唔系好好讲嘢？我问你。我好好讲嘢噶，我冇话要嘈交啊。咪就系咯，所以我咪叫你拉我上嚟咯，咪同你讲嘢咯。我而家咪拉你上嚟咯。啊，你等先。咪就系咯。啊，你等先，我攞嘢。我要做工啊！我一定要做工啊！我而家要同你讲嘢咧，系咪？之前都有讲过我啦，啱冇？系咪？你有讲过我？我有讲过你啊，啱啊，冇错。我亦都有讲过你，大家都有讲过大家，啱冇？你讲过一句说话。见好就收，啱冇先？啱，冇错。我系俾翻呢句说话你咯，见好就收咯，大家啱冇先？好啊，大家都系见好就收咯，系咪？好、啊。其实我哋咧唔系太大件事或者系乜嘢，大家见好就收啊，即系大家见好就收。你卖你嘅嘢，你赚你嘅钱，我恭祝你生意兴隆。我唱我个歌，我讲我个故仔，大家开开心心。咁我你明白我讲咩冇？等下先，我卖乜嘢咧？你哋唔使过意担心，因为我卖嗰啲嘢系我同拍咩，我帮我明白，我知道呢啲我知道，呢啲我知道，唔系啲，但系你嘅朋友，你听我讲先，你嘅朋友竟然打电话去骚扰我拍咩嗰个女人，话要见面，攞你嘅名出嚟约人哋出嚟企喺见面。边个？我嘅朋友。到时你俾个微信你睇，你而家你俾我知道，你俾我知道。生活去。唔系啊，唔系，因为好多系咪？用我的名字我都不知道的，有些人是说假的假的啊，这些东西你听我说先，明老，这些东西呢你要给我知道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都不知道的，因为很多人是说是我的 brother 啊，我朋友啊，或者什么，因为啊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说明老，我讲个 situation 给你听，你听我讲先，这些我都想知道的，这些我都想知道的，加了他的微信，加咗個女人做生意嘅微信，跟住佢話 Alan 啦，下個禮拜又嚟 KL 約你出嚟傾偈。佢話點解你用我完全唔知道呢件事，我完全唔知道呢件事。咁有你喺你嘅口嗰度講出嚟就 OK 咗，咁你就講。因為我想知道係邊個，亦都係發生咩事，我自己都唔知嘅，所以我同你講明老係咪？我一路嚟係咪？我係獨來獨往嘅。我是自己一條友的，我做什麼呢我都是我自己做事的，我會說、叫誰我是不會的，所以這個事呢我希望你、比如很多人現在用你的名字，我是 Alan 的朋友，為什麼明老什麼什麼，我 Alan 下個禮拜來站在你出來見面，我這些我因為我走來走去嘛，如果我有什麼我肯定我自己知道的嘛，但你跟我讲呢样嘢咧，我就好想知道。OK， 唔系我哋落阿明老，你讲咗先吓。依家我哋私人嘅问题咧，我哋放埋一边先。依家我哋讲呢个问题，你讲呢个问题，我好有啲咩？
我好有兴趣想知道呢样嘢。系真系嘅。系边个用我名字做啲咩或者系咩嘢？我完全唔知道。我而家只有佢嘅卫星啫，我只有佢嘅卫星。因为系加，你系俾我睇咯。卫星嘅，唔系俾到卫星。唔系，如果系嘅话，系咪你咩想将我呢、這个？你加你咪转咗俾我，佢嘅资料我都想知道呢个人系边个，因为我一路以嚟咧，我唔做埋啲咁样小人嘅嘢，我做咧系我自己做我自己嘅嘢，啊，即系我自己中意搞咩嘢，唱歌或者搞咩系我自，诶，我系呢样嘢嘅啫。我同你咧一路以嚟咧，嗯，大家搞清楚最好啦，所以我都嚟问你啊嘛，我都冇 attack 你啊，因为前几日我已经知道咗噶，我都冇出声，因为我话查清楚先，好多人又以人哋嘅名。在度挑撥嚟緊，我清楚噶，啱冇？好多係咁嘅嘢，我亦都自己都唔知，因為越嚟越多人，我都唔知道。我 zip 我個口，我都冇去講你或者話咩要約我出嚟見面，要約我生意 partner 出嚟見面，我都冇 zip， 我都冇講過。不過而家我係問下你，你上嚟同我直播，我係問下你啊，俾我猜中，你係唔知道嘅。我唔知道呢樣嘢。其實我呢個上嚟，我上嚟你呢個直播咧。是想同你傾我哋嘅嘢嘅，其實係想傾我哋嘅嘢嘅。跟住你講呢樣嘢咧，我就好好奇呢樣嘢，我好好奇你睇完之間呢樣嘢。其實呢啲私底下搞呢啲咁樣嘅嘢係咪？我冇興趣去，冇興趣去咁得閒食飽冇嘢，仲去搞呢啲咁嘅嘢，係咪？我係我同你係我同你私人嘅問題啊嘛。咁样大啲人用我名义去做呢啲做嗰啲啊，我完全唔知道嘅。咁样你帮我讲咧，我亦都好开心，我想知道呢件事系究竟系发生紧咩事。我个人系要睇足晒所件成件事有几多份真实感，我先至会公布嘅。你明白冇？冇证据嘅嘢咧，我唔会立乱赖喺你身上。虽然人哋话系你嘅朋友，我都要搞清楚到底系唔系嘅。我搞清楚系咪我个朋友先啊？我搞清楚系咪系咪系咪真嚟？我就系问你咯，你话冇嘅，我梗系信你啦，因为你喺千几人嗰边话唔关你事，我梗系信你啦，啱冇先？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微信号，你唔知道佢系真户口定系假户口，啱冇先？啊，我亦都唔知系真定假，或者系嘅，所以我都冇发你难斩，我都冇讲啦。所以你上嚟，我咪問下你咯，問清楚你咯。你話冇咁嘅事 ，just nothing. I don't do this thing. Okay, I trust you. 唔係之前佢我想問你咯，喂，佢之前係講啲咩咧？你可以詳細啲解釋俾我聽冇？佢係用我啲名譽嚟做啲咩咧？我可以詳細問多少？佢話點解你賣個利津要揾名女做代言人？跟住嗰個女人問佢：你係邊個？我係 Alan Lau 嘅朋友 ，Alan Lau 同我下個禮拜會嚟 KL 啦。你什麼時候有空出嚟，我們見面談？跟住嗰个女人问你要谈什么，你出来谈啦！啊，我跟 Alan Lau 下个礼拜就来了 KL， 然后又问人家拿电话，问嗰个女人攞电话，嗱、啊、你咁样搞，你真系恐吓咗你知冇？系咪先？下个礼拜冇可能我去吉隆坡咯。咁啊，所以我同嗰个我冇可能我冇得去吉隆坡。啊，查清楚先，嗰、那个女人想见你咋？佢话我话唔好啦，我话你查清楚先，等到时有机会我哋问，亲自问 Alan Lau。問清楚好啲啦，因為我唔中意搞埋，我唔中意搞埋啲地下啲咁嘅嘢嘅。所以我咪拉你上嚟，係係，因為個口又死又中咁嚴，我今次大豪攞翻嚟，我見到你，我咪問清楚你咯。呢件事已經係真嘅。呢啲嘢咧就傾清楚啲好啲，因為呢啲嘢我唔中意做啲小人嘅嘢。係我就講係，唔係我就唔係我唔中意搞埋啲咁嘅小人嘅嘢，亦都好多人。识得我或者系识得你，或者系啲咩嘢啦，你明白冇？啊，虽然我同你唔系倾咗好多次偈，但系我都知道你出嚟、大家出嚟捞嘢嘅，都系讲一句算一句嘅。啊，我虽然系我都系以前出嚟捞嘢嘅，所以你讲嘅嘢系大，我信啦。我哋虽然唔系好熟，我哋但系都有倾过偈。系啱冇错。啊，都有讲过嘢，所以。呢啲嘢咧，我好奇怪，有好多人都要可能会讲到我的名字，有啲可能会讲到你嘅名字或者咩嘢，我唔理咁多嘅。啊，系我哋本身，我哋自己正知道究竟系发生嘅啲咩事，都亦都冇人同我讲呢件事，所以我就，所以我咪见到你，而家有机会见到你，我咪问你咯，我咪亲自问你咯，系咪先？你话冇嘅，唔关你事嘅，咁 OK 啦，咁啊知有人喺度挑拨嚟拣啦，攞你嘅。我食饱唔得闲，我去做呢啲嘢。我不如做我自己嘢，我食我嘢，我行我街，我聊我嘢。Alan，
咁我哋讲翻我哋自己之间嘅嗰啲误会啦，我就唔会。啊，讲翻我哋嘢啦，讲翻我哋嘢。我同你冇事嘅，啊，我同你亦都我你要开玩笑语咁，我都冇所谓嘅。但系我都尽量，我哋就唔好再讲啦，因为冇用嘅，讲落去。唔系，之前讲咧，系之前我同你讲咧，闹嚟闹去咧，因为亦都系咩咧，好多斗技学到呢啲咁样唔好负面嘅嘢。唔系讲我而家同你讲或者系咩嘢咧？之前我要同你讲一个嘢咧，即系而家我有咩嘢我同你讲咩？有咩嘢我同你讲咩啦？我写啲嘢，喂，我有咩我同你讲？而家我明了同你讲，我同你啊同你写啲乜丁 ？OK， 你接受冇先？你拜冇？嗯。OK， 我以后我同你讲你啲嘢，你系讲我哋一系又系大家 friend， 冇所谓啊。我你系你唔系之前讲。名啊，或者系哇咩嘢好料或者讲啊讲到名其实系冇嘢嘅，一个名嚟嘅啫系冇嘢嘅，一个名嚟嘅系冇嘢嘅。我唔介意人哋点样讲我噶。一个名系一个名系一个冇嘢。你认为你自己嘅次日有冇次咁样？我哋大家讲清楚先 ，man to man，OK？ 所以我咪啊。所以我覺得成日我哋開直播，唔係你咬我就係、是、我咬你，咬你咬去，咁樣我哋直不如我哋直頭兩個人講掂嘅咯。我哋直頭將直播有冇？唔係你開一直播，唔係你開一直播，我開一直播，你開一直播，我開一直播，點解開到幾時咧？我哋要開到幾時咧？我同你咁樣講咧就 OK 嘅，冇問題嘅。嗱，你而家你嗰個 Johnson Wong 又係你嘅 friend 嚟㗎係咪 ？Johnson Wong 係我嘅 member 啊。他又是我的member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有没有闹他，是不是？喂，卡了卡了，喂卡了，喂你那边卡了 OK 啦，Alan， 有什么我们就从这个直播开始我们就 set the OK， 我跟你没事 OK，至于其他人，也不会跟你讲开玩笑啦，好吗？啊，所以大家2018年不要吵架，开开玩笑就好了啊。我要做工友咯，直播大家开开心心啊，误会会随着时间的证明一切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这个朋友还不能说这个人如何，大家每天见到的。大家 You have a nice weekend. See you guys.